各位同仁，请就坐。吼，咱即仔要开始上课啊！各位同仁，大家平安，大家好。<laughs> 哦，咱今日啊，欲来探讨诶啊，是。 国家个题目，咱吼来上课啊！上课即三工啊，足辛苦這个。咱即国吼、国家吼，讲起是足简单个。国国家吼，即个国吼，真两两字尔啦。吼啊，这是咱台湾民政府吼，台湾法律学院啊，我是新德州个王选杰吼，我是初级班十八期。 啊，高级班第三届吼，咱、哦、啊啊，知影来上即三讲的目的啊，都、就是爱捌法律。法律吼、哦、是保护会捌法律的。中国人吼，伊、哦、会捌咧万国公法。伊阵仔叫丁体良啊，个翻译翻译的阵啊，因就捌万国公法，所以啊，大清帝国吼，毋是欲亡去哦。 大清帝国啊，是去互中华民国继承去。你毋通叫是讲，大清帝国已经灭亡啊。即卖咧统治中华民国遐人嘛是拢清国人，拢讲普通话。啊，普通话你毋通叫是讲真正是普通话呢？迄是词语啊，北京话啊、哦。你毋通叫是讲真正是普通话国语啊？迄拢毋对呀。啊，什物叫做中原的人？ 中原诶人就是黄河啊，甲长江中啊，即个人才做中原诶人。啊，中原人讲虾物话？中原人讲河洛话啦，讲闽南语啦，啊，讲客家话啦，讲广东话啦，即个才是中原诶人。讲普通话啊，迄是拢温州人。啊，啊，知影吼，汉人啊，汉民族啊，甲河洛人、广东话啊。 客家话这人啊，这拢已经灭国去啊！这拢已经去互灭国啊！啊，支那人吼，支那人毋是咧甲伊骂。这支那吼是称呼大陆啊，真欧洲诶、亚洲诶大陆吼，拢互做支那。 伫咧迄个越南遐，越南、缅甸、泰国遐有做印度支那，啊，中国遮，号做支那，毋是毋是，即卖印度迄个印度是印度支那，吼、哦、是缅甸、泰国、越南遮，叫做印度支那，啊，中国号做支那，啊，支那人上离谱的吼，咱毋是支那人哦，咱是,是台湾人吼。哦 钱他人上离谱个就是安尼，啊，为秦始皇开始。秦始皇啊，即个伊个名毋是叫做秦始皇呢？伊是真国吼、喔，第一个开始做皇帝，号做秦始皇哦。嘿，开始做皇帝号做秦始皇。啊，若汉朝吼，因讲汉朝哦，这是中国人甲咱界历史啊，迄是唔对历史。那有一个国家号做朝个。 还有这汉国，汉国吼、哦，伊个国祖是刘邦啊。隋帝、隋国啊，伊、哦這个国主或做杨坚啊。唐朝或做李渊，元条或做成吉思啊。啊，你毋通就是讲伊个名号做成吉思汗，唔对啦，伊个名号做成吉思汗，吼、哦、是皇帝的意思，大王的意思。咱拢学教讲，以后做成吉思汗。 嘿，唔对，汉室大王的意思哦。啊，这元世祖这忽必烈，明太祖这朱元璋，清朝的太祖啊、哦，这努尔哈赤，啊，这拢外国人的。这外国人吼，拢杀你王，拢将汉人啊、客家人啊，遮大家叫咩灭族去啊，甲因烧灭去啊，这拢立。 做入侵者啊！啊入侵者，甲因消灭了后啊！其他人哦，足勇敢诶，拢叫因做工啊，嘿嘿对毋对？甲恁消灭了，就拢变伊诶做工啊嘛。所以就叫伊汉高祖、隋高祖、唐高祖、元朝诶太祖。啊，元朝太祖即蒙古人嘛，即全世界逐个拢知影。 这忽必烈哈，甲成吉思汗、成吉思即个人是拍到欧洲去呢，这是全世界拢知影，这蒙古人上用的，用咧北疆中,中，迄所有嘅世界啊占一半落，来对无？这是蒙古人嘅，蒙古人绝对袂讲，阮是中国人，伊都无咧衰个，对毋对？蒙古人伊上用啊，拍到全世界，拍到欧洲去，伊哪有可能讲伊是中国人？对毋对？ 啊，这副比例吼、哦，伊着将中国啊，中中原这个所在占落来了啊，伊着改名叫做元国。啊，所以啊，你甲改了啊，佮拍赢了就变一个主公啊，知无？啊，实际上吼、哦，实际上即、这个汉始皇帝吼、哦，即、这个人是羌族人，羌族就是阮们外国人嘛。啊，刘邦呢，伊是东夷人。 啊！咱拢定拢讲，咱是汉字啊，咱汉人啊，迄是咧甲恁骗诶！吼、哦。刘邦是东夷人,、啊哦哦就是啊哦啊、人啊，东夷吼，因为文字吼都是汉字啊。咱即卖咧用字，大部分拢即个东夷诶文字吼。啊，刘邦即个人吼，上傲背信啊，蒙义啊，伊收了吼，秦国吼，即个羌族人诶民兵嘛。 消灭楚国，啊！楚国吼，即、喔這个各地都用。楚国就是较我东南边即边的人，东南边吼，即、喔、边的人就是东南派。汉朝迄边吼，就是西北派。咱看不有有本地戏，定咧讲无？汾州大陆角就是这样、個。吼、喔，西北派就是汉汉人迄边的人，啊，东南派就是楚国即边的人。诶、欸，汾州就是伫咧楚国。 哦，分州大卢杰，分州十八州，有啊。啊，这隋朝佮唐朝两国吼，拢、哦、是突厥人。突厥人吼、哦，是迄个蒙古来的时阵吼，有一个吼做、这个、耶律楚材吼，即、哦这个人吼，都、哦就是突厥人。耶律楚材即个人吼、哦，对汉人贡献上大。迄阵啊，汉蒙古吼。哦 侵略中国了后啊，将所有诶良田啊，拢要甲毁掉，讲要做牧场啊。啊，就是耶律楚材即个人出来讲，伊讲吼，毋、哦、通你啊，即、這个田吼会当饲真济人啊，你甲毁掉了吼，敢若会当饲马甲羊尔。所以吼，即、哦這个田唔通毁掉。啊，蒙古啊，佫想要共即汉人啊，总太掉。 啊！耶律楚材这个人哦，我勒出来讲，伊讲吼爱留一寡汉人吼、哦、来纳税金，呃、啊，唔通我甲因太太低，太低无人纳税金啊。啊！这民国吼、哦，伊是汉化恢复的人，是明教徒。啊！大清帝国啊，是满洲人，满洲人是虾物人？就是女真人、契人啊。 所以吼，遮拢外国人，啊，只要吼，甲佮灭国了吼，都变你的祖先啊，知无？啊，倒一国地理上好，即个国家吼，对中国人拢足占领的。啊若要成做一个国家吼，都、就是爱抬头。你看因即里汉人吼，即、這、里、個、国汝都知影。 历史证明、哦，吼，谁会当杀中国人啊？杀越人，人杀上多啊？即个人，两会当伊会作工啊。若是日本吼、哦，无去互美国拍败吼、哦，越南人即卖拢叫日本吼、哦，做日太祖明仁天皇啊，对毋对？所以啊，各国联军的时阵啊，不管倒一国去管越南人。 拢是上好的，即阵啊，钱南人吼，钱南人吼，满清国的人管敢无好？共产党管敢无好？不管迄阵啊，八国联军啊，不管倒一国，甲管拢是上幸福的。上加幸福就是若会当去迄许个日本管，迄阵啊是上幸福。因家己根本毋知影，怣怣嘛。即就是迄阵啊吼，大日本帝国吼。 所有占的平，迄个土地啊，即红的所在吼，拢大日本帝国的土地哦，包括即一点一点细细一点啊，这啊，这拢大日本帝国的土地哦，包括中国这满、个、洲有无？啊，这克里亚，这吉纳有无？这印度支那有无？印度支那吼。 食诶拢是大日本帝国迄阵啊，小贱的啊，迄阵啊，中国啊，即、这个钱啊，哪会晓互日本统治啊？即阵已经算全世界上幸福的国家，啊，对毋对？即阵啊，日本的进步的情形啊，哪会当钱,会钱会啊？迄阵啊，伊管啊，即阵已经是全世界上勇的国家，上进步的民族啊。结果钱呐人袂晓选啊，会选共产党啊，对毋对？啊，即三间诶课程啊。 咱嘅目的啊，就是为虾物呢？就是啊，要将咱啊对吉纳人啊变做台湾人。咱毋是吉纳人啊，咱拢就是含教讲堂堂正正嘅中国人。其实堂堂正正吼、哦，台湾人才會堂堂正正。吉纳人无迄啰堂堂正正嘅啦，毋捌看到倒一个吉纳人堂堂正正嘅、啊。啊哥啊！ 爱为台湾人啊，变作本土的台湾人。台湾人吼，真侪拢讲伊是台湾人，王嘴讲的拢讲伊台湾人。马英九上后讲一句的，哦，我若化成灰吼、喔，也是台湾人。伊都要化成灰了，才会变台湾人所以吼，咱不能向骗伊，你知道？这奥巴马嘛会使讲，伊嘛是台湾人、啊、对吧？ 啥物人拢会使讲伊是台湾人，毋过啊，毋是本土的台湾人。啊，本土的台湾人爱佮佮变做啊，咱是不法利的日本天皇的宝贝。安、啊、怎爱不法利，不法利才会当做天皇的宝贝。即就是吼，咱当初啊，咱本土的台湾人吼，做日本兵的时阵。 毋是号做日本军夫哦，是日本的兵啊。迄阵啊是上勇的哦，全世界上勇的兵。听好，拍打败美国，美国迄阵啊伫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啊，就是予咱台湾本土的高山族的兵哦，甲歼灭。所以麦克阿说，足气台湾人，啊，足惊台湾人。迄阵啊要拍日本的时阵吼。 本来是爱为台湾先拍，啊，就是因为惊咱国山族的，因为咱国山族的吼，总共才四千个尔啦，四千个就听好家己的麦克阿瑟吼，空军基地啊，甲歼灭，所以麦克阿瑟足惊台湾人，所以迄阵啊跳过台湾去拍奥克尼瓦，所以奥克尼瓦迄阵啊死伤足惨重的，啊，就是迄阵啊。 我去那话去要美军占领啊，台湾啊委托伊著是讲，即台湾人则用吼，即、喔、派中国人派支那人啊来甲占领好、嗯、啊，毋免损失掉伊啊。啊，即当初吼、喔，日本天皇啊，因日本人拢讲咱台湾的高山军吼、啊、是健神作用诶。 啊，历史吼、哦，就是是安尼。爱捌历史，爱见往知来。所有嘅历史吼、哦，较早拢不演过，毋过拢会阁继续发生。这是吼为历史得来的结果。所有嘅代志，较早历史拢一定不发生过，啊毋过咱就是爱预防咱阁犯共款嘅错误。这就是因外国人吼、哦，因嘅观念。 观念，所以的历史一定要写真呢，因无咧写假历史。无像吉那人吼，拢一定写假历史。为皇帝啊，什么皇帝？皇帝就是假啊！哎、嗯，皇帝开始就甲你假啊！什么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哦，嫦娥飞上天，这拢假物件吼，啊，假物件甲恁骗个。 所以吼、哦，历史若欲做假，的，一定注定爱灭亡的。不管倒一个伊的历史若是假，的，即个国家一定爱灭亡，因为吼伊无未来啊。啊！伫咧根据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五，迄天伫咧乌拉圭开会，即十九个国家决定讲，虾物叫做国家？国家吼、哦、有包含吼、哦。 权利啊，佮义务。要做一个国家，有权利佮义务，啊。毋是干哪有权利了，原来爱有义务啊。国家吼，有干人拍契约的，的权利，啊，有宣战的权利，有战争的权利。人民啊，虽然会使反对战争，毋过啊，袂使拒绝战争的。 啊！人民吼会使战胜战争，毋过袂使发动战争的。只有国家有即个权利。国家作为一个法人啊，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人民啊。啊，第二个条件要有领土。第三个条条件吼，讲要有政府。即、這個、政府毋是讲无效的政府，要有有效个哦。 啊，政府诶目的是要啥？政府毋是咧管理人民诶，政府啊是咧分配资源。咱来了解即个观念啊，政府是咧分,分配一个国家诶资源，毋是咧管理人民诶。即、這个观念爱有啊。即上帝讲吼，一只雀鸟啊，我都无甲枵死，何况是人，是我诶宝贝，都对袂好枵死。 会枵死人，是因为即个政府分配不公平。因为地球所生产嘅所有的食物啊，绝对有法度满足满足吼人类嘅所需要。所以上帝创造地球嘅时阵吼，都将地球会当生产嘅物件，绝对有法度，让人食较饱。会枵死人，是因为即个政府分配不公平。 啊，过来啊！做一个国家，爱有法度，人甲外国交往。你若无法度甲外国交往啊，来往啊，国家毋是叫做国家。啊，咱也知影吼，做一个家嘛共款哦，毋是敢若做国有即个四个条件了哦。做家嘛是爱有人，爱有大个所在，爱有法度啊，家己管理家己啊。 要有法度，甲你诶厝边、甲你诶朋友交往，这才会当做一个家。袂当讲恁兜几个人，你毋知影，对毋对？恁兜诶小朋友，你甲问讲，恁兜有几个人？每个小朋友拢知，拢知影讲，哦，阮兜有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哥哥弟弟，拢算会出。来。这就是家。啊，袂当讲一个国家吼，恁兜有十二亿、十七亿，伊都搞不清楚，迄都不成为国啊。 哦、喔，这足简单的道理。啊吼，钱呐，因的文化都较无共因吼，要成做一个国家要怎，哎喏，地啦爱抬头，有无？因这个国家就是爱抬头啦，这个歌就是武器嘛，爱抬人头，才会当成做国家，知毋知？这就是钱呐的文化汉文字的优点，就是安尼。 对文字会当看出伊的文化。啊，若要诚做一个家呢，汉民族佫较简单。即、这个汉族的文化吼，即、哦这个家，就是伫喺厝内底若饲猪就是家，知无？足简单的道理。哦，所以啊，汉人啊，甲咱讲啊，咱的吉祥物是龙啊。伊拢讲咱是龙的传人，这是咧甲恁骗的。汉人因的。 吉祥物啊，是猪啊，所以啊，因是猪的传人、欸。哎、喔，因伫爹华公吼要出去南洋做工的时阵啊，因讲吼拢要去做生理，拢骗咱讲因要去南洋做生理有无？是去做古利，对毋？对？去做古利的时阵，因学做虾物名？因学做猪啊。迄大船咧，甲因载去的时，阵，爱经过中介。 中介的时阵，因个中介叫做猪仔官。啊，人钱那人因个文化吼，拢叫所有外国人拢叫做番，不管多一个拢共叫做番。哦，啊，毋过人番吼，人因是用算人头个哦，哦，因无咧杀人头个啦，所有番拢算人头个。哦，你对即个政策无满意？ 咱投票嘛，无像吉纳人讲抬头较紧啊，所以吼吉纳人足后生个，因为爱应付一台嘛。<laughs> 啊，即澳洲吼伫咧一九五三年吼、哦，就正式通过即人权公约。即、這個、人权公约通过的时阵吼、哦，规定啊袂使歧度任何人的国籍。 啊，任何人吼，拢会使自由进入伊个国籍国当中，这著是人权公约。啊，咱个国赢美国著是因为有这人权公约。伫在一九七六年吼，联合国啊，嘛通过人权两公约。好，我来赶快，我来讲人权。人权是上重要个。人权啊，做一个国家。 头一个条件就是爱人嘛，所以即个人权足重要。外国人对人吼足重视的，你所有的人的财产一定爱给你顾咧。无像钱纳人啊，财产只要你即个头啊，甲斩掉伊就无啊啦。所以吼、哦，钱纳人因的文化无共款的所在，伫遮，所以因一食人肉的时阵吼，无感觉有虾物奇怪。 哦，恁若伫个网络顶头哦，若个拍一个大补汤，抑是婴儿汤？哦，伫个 Google 顶头你个拍吼，伊就出来讲中国人咧食人肉的文化。啊，因为吼迄款画面吼伤恶心吼，我无啥爱播啦。啊，伫个一九七六年吼，遮拢诚做国际法，啊，咱得爱捌即个法律吼，遮会当保护咱。 咱本土的台湾人吼，就是秘书长吼带领啊这两百二十八两百二十八个就是咱所有的人啊，咱台湾民政府所有的人吼去告美国，告美国了后啊，就是因为这人权的关系才有法度告美国嘛。经过十二摆吼，美国最高法院啊对这咱诶人权诶诉求吼五项判决，就是啊判咱咧。 People of Taiwan，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的台湾人。啊，这个 People of Taiwan 哈、喔，这个本土的无伫诶台湾关系法顶头。台湾关系法顶头的台湾人是红台湾，哦，所以咱来了解这个 Of Taiwan 甲红台湾的原因是这样。所以这判、個、这五个点的结果就是哈、喔、，the people of Taiwan 哈、喔，就是。 本土的台湾第一点无国籍，啊，第二点哦无家己的政府，第三点讲咱生活伫咧政治的领域当中，第四点讲吼，咱啊啊，搁伫咧美军的军事占领中，嗯、第五点上重要伊就是判讲美国政府啊爱帮咱爱主动哦帮咱本土的台湾人哦达成即人权的诉求。 啥物人权的诉求，就是即个本土的，当然啊，要自由出入家己的国家的权利啊！每一个人啊，拢会当自由出入家己的国籍当中，就是即个是人权。啊！伫咧两千零九年吼，十月初五，最高法院宣布要搁置本案啊！啥物个搁置？因为吼，法院讲吼。 甲法甲法院甲伊的政府啊，讲啊，伊看无台湾人啊，伊找无台湾人伫倒位啊，所以爱搁置本案。啊，所以啊，法院啊，伊都要求美国的政府爱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吼正确落去行。啊，《旧金山和平和平条约》顶头就规定个真清楚啊，因为这是四十八个国家吼、喔、所签立的。

看无台湾的原因伫遮，啊！即去抗议嘅场所遐，即拢咱知影讲啥物太阳花遐，伊讲台湾前途啊，爱为爱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啊，问题是台湾人民，你敢是台湾人？对毋对？你身份证摕出，逐张拢是中国人，逐个拢讲。 爱台湾，对毋对？每一个要选举的啊，每一个伫报纸顶头、电视顶头咧讲的，逐个拢讲爱台湾啊。去政风伊的节目顶头，逐个访问的吼，不管叨一党的，逐个拢爱台湾。连温家宝、邓小平啊，伊嘛讲爱、最爱台湾的啊。甚至讲奥巴马，伊嘛讲挺好，爱台湾啊。毋过即个爱吼，毋通变做害台湾。你去选举 都是咧害台湾，你当票予伊嘛，你赞成伊咧选举嘛，对毋？对？你赞成伊来统治你嘛，所以你著是咧害台湾，毋是咧爱台湾啊，是咧害台湾啊。啊，即个人吼讲吼，伊要打倒无公平甲无正义啊！即吼网络顶头拢甲叫朱音啦。啊，即是吼因为啊，伊讲。 伊要打倒无公平、甲无正义吼、哦，爱咱甲饲小猪啦！啊，伊佫讲吼，中华民国是流氓的政府，这咱、個、拢听过啦，咱拢知影伊讲过。啊，毋过尾啊，伊佫讲吼安怎？伊前台讲的时阵吼，吼、哦，立用的立委啊，普遍的共识。 啊，问题就是安那，普遍的共事，到尾伊就讲无共哦。伊讲哦，中华民国啊，等于台湾，啊，哦，啊叫咱甲饲小猪，对无？哦、喔，迄阵前我嘛去排队个，我去排队，讲那排偌久才食到一只呢？啊，毋过哦、喔，拄好落尾甜啊吼，拄好入内面，政府，拄好个收顿来，吼，好好佳哉，哎。啊，欸、这吼伊讲哦。嗯啊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我就直接要甲问看嘛，啊，这英文哦，是不是等于英九？英九是不是也等于英文？尼、啊啊、会成立吼，这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哦，原来也成立啦，对不对？啊，这就是政治炼狱，学你会噶？你根本看无什么是台湾呐，连台湾看到，敢若看到选举尔嘛？ 这著是政治连结。我、哦、恁母噶吼，恁根本看袂到台湾，干若看着着选举呢？吼、哦，恁最爱选的嘛？啊，选举吼恁咱拢知影讲即嘛选举啊、哦，伊拢想要甲咱买票。啊，买票的结果，汝是登票咧互伊，啊，汝登一票就了你啊三好伊啊，嘛。咱伫遮来上课诶，目的著是伫遮，哎。 要求啊，世界和平。现在世界和平，这是所有人嘅愿望了。大家吼拢真看过这个广告，你知道嗎？喺电视顶头吼，好、哦、一个六千手，这个哇，我赶快许愿。大家第一个愿望拢世界和平。很奇怪，啊，世界和平哦，要怎么达成？要用法律。安怎达成？国际法律都规定啊。 占领袂使以专主权，你若占领袂使以专主权哦，才有可能达成世界和平。因为啊，你若一个国家，你个武力较强了，你袂想,你想要去拍打过兵，你袂去想讲要去侵略别个国家，安喏？你个侵略了，无可能会变利的，就算互你占领啊，较久，拢袂变利的。安尼你都袂战争啊。 对毋对？安尼毋则会世界和平，毋则会达成。安、啊、尼若讲，将领了会当变我个啊，一日间拢在战争啊。我只要我个武力比汝较强，我著把汝吃落。对。所以吼，这是国际法的铁则，将领袂使移转主权。流氓政府啊，袂使就地合法。流氓政府若个会使就地合法吼，啊，以前法国政府啊。 流氓去伦敦，伊全甲伦敦讲改做法国的伦敦就好啊，对无？哦，即、啊、比利时嘛，甲伦敦改做比利时。韩国啊，流氓来上海的时阵啊，嘛改做韩国就好啊。所以吼、哦，流氓政府啊是袂当就地合法吼。敢若即个土博啊，土博就是因咧讲的西藏啊。啊，其实哪有啥物西藏？迄人是别个国家。 中国人啊，在讲迄东土耳其斯坦是因为新疆，有无？下面叫做新疆，别人诶領,领土，讲伊好说伊新诶领土，迄个是要侵略别个国家嘛？对毋对？啊，土蕃啊，流亡伫诶德兰萨拉，诶、欸，中国人拢甲咱教讲，即、这个西藏啊，流亡在印度。哦，这毋对诶。 咁呐，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不是中国流亡在台湾哦，啊，是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因为啊，流亡政府只可以流亡在城市，哦，未使流亡伫国家。所以也描做一下，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参加奥运啊，参加什物世界运动会啊，伊的名拢叫做啥？中华台北，毋是讲因为中共打压，袂当做中华台湾，毋是啊？伊的名都是要、啊、做、就是、中华台北，嘿、那個，简称吼，啊，咱一般人啊，拢毋知影、啊、咱咱的力量有偌大，咱的力量吼、哦，都、就是倚伫遮。啊，只要咱每起甲选举吼、哦。 伊着死啊！足简单个道理，毋过吼，伊会甲你创袂药互你食。爱台湾哦，你若无爱台湾哦，恁着跌落去啊！知无？咱若爱台湾哦，无恁会跌落去。其实伊是咧讲，伊会跌落去啦。咱爱知影讲哦？全世界拢共款，公民哦才会当选举。 无，才系讲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啊，发一张国民身份证互你，都会使选举啊。国民吼、哦、是敢那绿卡，绿卡绝对袂当选美国嘅总统啊，绝对袂使选美国嘅参议员啊。绿卡敢若有,有权利啊，带伫美国尔，这张就敢若绿卡，吼、哦，毋是公民哦，是敢若居民尔。 啊，未使去投票诶，嘛未使做兵诶，国民是无迄权利通做兵诶，是公民才有迄权利通做兵哦、喔。毋通误会，你国民是有偌大呢？国民啊，是干那居民俩，吼、喔。啊，咱有时啊，拢会怀疑讲，嗯，咱就出世了都毋捌看讲中华民国有公民啊，对毋？对？即吼，我证明互你看，即个，即个高志航是较早。 中华民国的空军的司令啊，这张是公民证。在民国吼二五年的时候发开的，迄阵爱投票，投票才爱公民证。投票的时阵吼，爱摕这张公民证去投啊，伊叫做投票器，哇！投票完了叫投票器，爱摕这张公民证，这张嘛是公民证。 即张伫在台湾你款啊，无，伫在浙江龙游县庙下乡。这在民国二五年八月十二，哦，这嘛是伊个公民证，所以因白发个公民证，伊毋知毋是毋捌发咯。啊，即张、哦哎、啊，伫在三十三年哦，嘿啊，即个山东啊，山东个烟台。 即嘛是公民证哦，即表示讲中国人是哪人啊？因颁发的公民证哦，毋是干咱咱个讲因袂使选举。即个啊，三十五年啊，这张、个、公民证啊、哦，是伫个第一届参加民诶、呃、市民迄个代表吼、哦，区代表，即是头一任的台中县长。 留存中华的公民证，这个人哦、这个临时毕宴哦，这在伫一台湾哦，这张啊在新竹、台东，哎，投票进场啊爱宣誓，所以啊、哦，公民证啊是白发过哦，毋是白发个公民证哈、啊，啊，这张啊是伫一高雄。 谢东敏，好，谢东敏应该咱大家拢捌啦。较早即省省长吼，哎、欸，省长，正省的省长，即、這个吼、哦，立啊，廖继烈，即、這、拢、個、公民证，所以吼、哦，大清帝国啊，并无灭亡啊，大清帝国啊，是去互国民政府继承的，吼、哦，继承了。 国民政府国去互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去啊。所以吼迄阵啊，伫诶韩国千华台，晓无？咱诶大使馆啊，都是去互继承去啊。伫美国哦，迄双向园啊，本来嘛要互继承去啊。因较紧个紧继续一个人，所以吼迄个无去互继承个。所以因即嘛北京话叫做啥？叫普通话啊！普通话。 就是普通人咧讲的话，咱毋是普通人哦，哦，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咱是日本天皇的宝贝，咱毋是普通人，所以哦，咱阿爸毋通讲普通话，知毋知？咱来讲河洛话吗？嘛毋是哦，河洛话是河洛人咧讲的话，咱来讲台湾话，啊无讲日语，哦，嘛会使讲英语，咱阿爸吼，即系无啥物。

安尼，你也摆起来，毋只会晓讲各国的话，后一敢若教你一种国语，这個、国语讲完是普通话呢。国语吼爱搁剪舌呢，我小学一直剪不好。<laughs> 这吼、喔，中华民国吼、喔，这是中国啊，甲你个目标啊，即、这个拢拢知影，即、这个伫个南京，一九二一二年吼、喔，迄阵啊。 改姓大清帝国,啊國,國，啊！伫咧一九四九年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哦，改起来啊，迄阵仔蒋介石吼，伊就知影。伫咧一九五零年十月吼，迄阵仔伊讲一句话，伊讲：自从我们撤退到台湾以后，已经成为亡国之民啊。 这是伫咧联合国吼伫咧光复节迄天，一九七一年十月二五，因拢讲我做光复节，有无？啊，光复节迄天吼、哦，联合国通过二七五八号即个决议文啊，即、这个是乔冠华，即、这个有这位黄华，这是中国吼、哦、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迄天啊。 通过即个法案，即、這个法案哪哪写？即、這个法案讲吼，从此以后啊，排除飞类吼、哦，立共产党。什么是飞类？回帮吼，就是中华人民诶，中华民国即个蒋回，知无二七五八号决议文讲吼，蒋介石诶代表。 从联合国佮所属的机构驱逐出去，啊，驱逐的甚物意思？就是向赶出去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吼，诚做中国伫联合国组织唯一的合法代表。吼、哦，这是啊，佫是安全理事会个常任理事会之一咯。啊，这是蒋介石的代表向踢出来啊，蒋介石伊讲安怎？ 伊讲哦，汉贼不两立啊，对毋对？汉贼不两立的意思著、就是哦，汉吼、喔、正统的，啊贼就是匪啦，啊匪被踢出来了，对毋对？所以汉人吼、喔、留伫个内底啊，来留伫个联合国啊。这是二七五八号决议文吼、喔，伊的内底的文文章著是安尼写。的。伊讲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承认伊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的联合国啊组织唯一的合法代表，并且立刻将蒋介石的代表对联合国的组织及所属的一切机构当中啊非法所占的驱逐出去。所以蒋介石是去用赶出来呢，毋是家己退出来的啦。哦，伊人同咱讲退出联合国，去用赶出来讲退出。 所以啊，伊啊，就讲吼、哦，贪贼不良力啊是啥物人去用踢出来啊？就是贼被踢出来了嘛，对不对？中华民国哦，佮即马也未退，也无退出联合国、哦。你即马上网去查一下联合国，中华民国还佫伫咧联合国内底。中华民国并没有退出联合国，是代表。 中华民国的代表被替换了，所以迄阵啊，毛泽东吼作游会，后悔讲吼，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阵吼，那奈无用中华民国，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啦，都是这个原因啊。因为伊即摆当伊联合国的时阵吼，伊的桌顶摆的位吼嘛是中华民国。 啊！哪要搁返回中华民国，毋啊，返返回联合国啦！因拢讲要换联，无，即、這个人哪个爬起来，可能较有可能啦！迄阵啊吼，死的时阵吼、喔，一九七五年啊，迄阵啊会使算讲我上爱国的啊！迄阵我去排八点钟吼、喔，才去看到伊的面啊！沿 <laughs> 路哭甲咩咩吼，吼、喔！阮 <laughs> 老爸死的时阵，我无哭遐严重。 这都是吼，民族的救星啊，世界伟人。哦，迄阵啊，我都敢啊，即马北韩的人啊，北韩的人吼，因白内障的手术啊，成功了。白内障手术即马足简单呢，干阿一个针吼，去甲汝的内底白内障甲抽出来安尼尔，安尼汝就恢复光明啊。迄、那个手术足简单呢，咱先进的国家派人去個北韩啊，甲因的。 人吼手术呢？你知道嗎？因为人吼紧伫后了，紧伫第讲台啊，拜迄个最高的领导人哈，在金日成啊，感谢，讲感谢金日成啊，让他恢复光明呢、啊。对，感官艺术，我迄阵哭干妹妹哭着，是这个原因啊，哦，世界伟人系啊，无救啊，民族的救星啊、喔，这个民族已经无救啊，所以。 阵我足相信啊，这吼都是难民。这难民吼，海上难民啊，这是越南迄阵啊，越南诶迄阵啊，海上难民哦，足出名。这嘛是啊，啊因搁伫咧海上诶时阵啊，啊，接受那个疫苗，啊注射疫苗，啊伫咧战争法内底吼，咱阿知影难民吼。 战争法来对嘛有规定呢？难民也有人权呢，不是讲难民就没有人权呢？难民也要有人权。啊，下面是战争法。战争法并无一部一部法律头做战争法咯。咱来了解一点：没有战争法这一本法律律师啊，这一本书没有啊。战争法是怎么构成？战争法是即史的雕琢哦，构成的。 第一个条约就是《海牙第四公约》，第二个就是《日内瓦和,和平公约》，第三个就是《红十字会总会章程》，第四个就,、啊、就是《美国陆军总署总署》吼亚战的手册。啊，过来就是吼判例，吼美国的最高法院有关战争部分的判例，安、啊、尼才会当组成战争法。啊，毋是讲有即本册哦，这战争法，战争法是一个概念。 为遮来判断，吼，所有个战争法的法律安尼造成个。啊，这样是索马里亚遐个难民。啊，即联合国讲吼，索马里亚即个难民吼，大概走全世界上侪个难民，讲已经超过一百万人啊。这是伫四月初三迄间公布个。啊，毋过吼，我要甲联合国的遐难民总署甲报告一下。 咱伫台湾的难民哦，绝对超过一百万人。哦，伫台湾遮绝对超过。啊。毋过伊甲咱骗讲，因是农农民哦，汝知影？即是难民营啊，索马利亚遐难民营啊，足大的即讲几百万人都在伫遮。啊，即迄阵也是南京的纯原难民，哦，这算全世界上幸福的难民啊。 迄阵仔，日日军吼甲占领的时阵啊，即、這個、难民看偌好。迄阵仔是七八十年前啊，对毋对？所以因迄阵仔即无算难民啊，迄，互日本占领也算作战的。中华民国来的时阵吼、喔，伊拢讲农民护台，哦、喔，农民护台偌伟大嘿，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农民富台，因拢毋知影讲因是难民吗？是咱毋知影因是难民，全世界上幸福嘅难民。恁咱咱拢知影讲因即系难民哦，上爱吃香喝辣，哦对毋对？因即系外国人哦，吃香喝辣哦，混足厉害。 四川的辣椒啦，伊拢知影。最吼，农种，农种，伫咧咱全台湾吼，农种有十五间啊。因这难民去看病，农民钱，诶，啊若咱台湾人要去看吼，无病床哈，拜托的，无恁的病床，难民才有，毋过因就叫做农民啊，还号做农民医院啊。 啊，这啊，全世界上幸福诶，难民，流亡政府啊，佫添起厝，起大楼。政府啊，为着要加速更新国军诶老少建村啊，伫诶八十五年迄间开始啊，就开始研究。伫诶八十五年，在伊间开始核定国军诶老少建村改建计划、啊。 农总开偌济，你知？农总开五千一百六十七亿三千九百空七万块。变的这医生啊，开完的时阵哦，开偌济，你知？开五千一百六十六亿，都要留一亿两千万。哦，因为留呢，开五千几亿去留一亿。 是看有够算无啦？足够算诶，算到伊还有留一点二亿啊！开五千几亿哦，有够够诶！啊，起遮遮水诶，上幸福诶，难民。即阿摆吼，咱本土诶台湾人啊，无厝诶要分一间厝诶，就是为遮来，对毋对？因为遮难民啊，早晚爱等于中国。因等于遮厝，啥物住，就是咱住大吼。哦 免惊伊讲咱无厝，因为开五千几个落去啊，绝对有厝的对毋对？即、這个嘛是啊，大楼即伫咧台北市的，个。青年的沒啊、哦，青年公园无去着。即吼 <laughs>、這個，普丁普丁讲的普丁讲吼，一个甲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甲受教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啊，一定是一个无良心的政府。 对吧？居住权啊这是所有人类的领款呐。受教权嘛是领款呢，健康权嘛这、就是嘛是人类的人诶人权呐、啊。所以啊，这三物件应该是要动作阳光、空气给予人民了。这物件是叫的政府。那一在讲个起厝啊，动作是拉动经济耶。 所以啊，习近平去到苏俄访问的时阵啊，讲五个想不到了，想不到什么？想不到苏俄怎么会那么幸福？哦，讲普京伊下卡的人民啊，第一点用水免钱，苏俄人用水免钱咧，毋呐用水免钱，阁是烧水，所以就是因为用水免钱哦，因毋免斗水表，毋免连水表的钱都省起来。 第二项哦，因讲哦，看病毋免钱，你只要去苏澳佚佗，去观光，你若伫路个倒落啊，伊会救护车马上甲你载载去病，伊甲你医毋免钱，甲你手术嘛毋免钱，不过胃个就是吼食药啊爱钱啊，哦，啊去大医院嘛免钱哦，所以哦苏澳因个福利真好。第三个哦，讲、就是、上课吼、哦，学生啊去读册啊。 毋免钱，上哪免钱？因讲吼受教权，而且吼、哦、还佫佮传中道长，你袂当讲学生啊去你学校读册去互枵着啊？双五人真巧，啦，因问政府啊，啊无阮的学生啊，冰天雪地是要去倒食饭？当然嘛，是你诶学校啊，爱煮饭互食，所以吼、哦。 因真幸福，啊，这是因嘛想不到，第四个想不到讲吼，连失业嘛要经过国家的同意，呢。袂当我袂抬抬头呢。上重要的就是因大厝毋免钱，因每一个苏屋的人吼有十八平方，十八平方就是就咱即卖六平左右啊，六平吼毋免钱，国家配合你大。 啊，你若要带较快，你要贴政府钱，吼、哦，这著是苏俄因的政策。所以吼、哦，习近平去访问苏俄的时阵啊，伊讲五个想不到，五个想不到就是这五个想不到。伊讲哦，想不到苏联的苏俄，因、啊、的福利才好，他还感叹哦，中国永远做不到。啊，这啊咱伫咧。 二两千零十二年吼，迄间的统计资料，即上网查拢查会到咱台湾吼，总共有八十六万户的空屋啊！啊，这是营建署的公告，营建署的统计啊。不过官方的统计拢是假，的，即中国政府吼，拢做啊做假。所以吼，咱来知影，这是光谷仓库的主管讲的哦。 伊讲吼，伊台灯吼，伊主体用地量都计啊，全台湾大概有一百四十二万户的空厝，所以吼，后摆咱今仔遮的空厝分予咱本土台湾人吼，足足有意义啊，免烦恼讲咱无厝，知毋知？啊嘛，免赶紧想买厝啊，等分厝倒啊，这嘛是空厝无这是电视报哟。 民事新闻台，空屋啊新高一百四十二点六万户，好不好？央行市井防泡沫化，这是一点泡沫的嘛？只要等这流亡的难民啊，等去因流亡要等去金门买祖等去了，这厝一定是空的嘛？所以这厝吼、哦，免烦恼讲无厝。 平潭岛吼，因嘛容已经加起好啊！跨海大桥嘛容起好啊！这著是海峡号吼，伫在三年前啊，头一天头一天通船的时候呢，的相片。因叫做客滚轮，这個、客滚轮吼，变好噶有够赞诶。 海峡号客滚轮哦，直航台湾旅游首发，迄天载五百几个来台湾佚佗啦，这是迄天头一天哦，拄好赶伫诶，每每我年底诶船来，即啊开通的首航啊，海峡号，即会当载两百六十台诶汽车哦，啊一届啊会当载七百几个人，高速客滚轮。 为平潭实验区吼来大伯，迄天是伫嘞双十节庆祝双十节，而、啊、且是大伯迄天大伯干呐演两三年，伊个票价吼蛮是足俗个哟。这是头等舱吼，才千二块人民币啊。头等舱就六千块一单票经济舱是两千五尔，所以吼、喔 无贵的，这一砖工啊，设计因难民吼、哦，要等于一定爱有交通工具啦、啊，袂当叫伊用烧去烧等于。吼、哦，所个、啊、海峡吼、哦，一造价才一用两千万尔呢，无偌贵。时时速吼、哦，会当驶到九十 K 咯，足紧的。在伫海呐，驶九十 K 咯，算敢若咧飞啊！ 这是头等舱，头等舱吼讲予你不会无聊了。因为驶个平坦，要两点外钟啊，要两点半钟啊，不会无聊。头等舱哦，设施齐全，会当百五十个人坐，啊，搁会当两百六十台的汽车拢有当驶起。哩。咱即卖新的车牌哦，新的车牌啊，较长的啊，后下骹有三粒梅花的啊。 迄就是会当直接坐即台船吼、哦、去中国诶，哦，啊旧牌袂使哦，汝毋通旧牌使，我若要去旧牌袂使，爱新诶迄块牌。新诶迄块牌，就是因为因讲要防伪啊，因为即卖真侪假牌啊，都是咱红色诶牌啊，因讲咱假，所以也印新诶啦，爱甲咱骗讲咱诶假。所以啊、哦，海峡号。 你要去你你的车，若要坐即台吼，爱挂新的牌，迄种才会使吼。平潭吼，甲台北吼，才两百空尔甲新竹百二甲台中啊一百六十九，所以吼航程真短。甲较早坐火车，咱即号驶高速公路，甲台中啊嘛是超两点钟钟，甲中国嘛平远啦。即平潭岛吼，就伫咧福建诶外海尔。 伊是中国第五个大岛哦,哦，面积吼大概是台北市的一点二倍。啊，台北市即马带偌济人？台北市即马带上少啊、哦、五百万人，所以平潭岛吼带五百万绝对没有问题。啊，即个难民吼无到五百万啦，即个难民超两三百万应该有啦、哦。吼、哦，即去带平潭岛吼足绰有余。啊，不过吼、哦，佫有真侪台湾人啊，佮是伊是中国人，对无？ 伊嘛想讲要去住平潭岛，因为平潭岛真侪优惠哦。哦，伊为着要吸引台湾人去哦，作侪优惠。伊吼出台很多最优惠政策，啊，拿出最好的地段，力争伫在三五年内，对哦，要打造成台湾同胞特别啊，是年轻人的创业天地哦。伊讲哦，你去吼伊会补助。 伊讲在自由经济示范区，咱台湾哦，即五个海港哦，加一个机场都是通用机场，哦，要干做自由贸易区啊！即个胡志强吼，伫咧开发的当中的规划咧展示，平潭建设为贸易自由港，哦，咱伫咧台湾的企业吼，去遐定居啊！ 人民币跟台币啊可以自由兑换，啊贸易啊很便利，航运呢还自由，人流便利。这样，胡志强哦特别哦一直强调这个平潭岛，我这第一两千控载年就那就开始哦，所以哦，这个因作鼓励，作鼓励，台中遐遐投机啊去平潭岛投资。岛 按讲，平潭岛即个省长啊，這个省长伊讲吼，平潭的开发是选商，毋是伫招商哦。阮是要选阮喜欢的，毋是恁什物人来，阮就别呢。个平潭岛个计划，伊拢计划好势啊。這是伊也下分两部分，伊平潭大学啊。 海洋大学，马英龙已经咧去啊！即就是优惠，啊，免登机会啦，哦，资本额百万以下，免不用首付啦。啊，大的所在，阁会使租，给你补助啦。优先租赞助台湾学生吼，一项十五万啊。资金若无够吼，阁会使申请申请贷款，纳税半年。 一户给你补一万，三年内底免费给你住，啊，佮破书吼，佮较赞，朴树人来吼，佮会使给你补助你的厝，这就是伊的政策。鼓励台湾的大学生吼去遐创业。即、這、吼、個、平潭岛顶头去的亚太地区吼最大的私人博物馆。 啊！这去这要怎啊？博物馆、就是哦那個那個、去伫遐要怎啊？都是咱台湾遮吼，因搬来遐故宫遐啊，又搬去遮。遮也公安指挥中心、自来水厂、病去个比长庚医院较大。遮也铁咯，高速铁咯，马上通啊！跨海大桥。 这吼、哦，起的大楼，即马已经起好哟、哦。这是伫个偏南岛已经起好诶。这吼、哦，即、这个实验区啊，两岸诶距离啊，上短、上方便。即个产业吼、啊，拢要吸引台湾，人车会自由来往，商上低的税率，啊，让地、让利、让权，伫台湾诶，正造对当职业啊。 会哦，所以副主任会当我台湾人担任哦，台湾的媒体过一阵去啊采访，啊，这是五个共同，实验区共同哈，第二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收益個個哦，这样，南农怎样？这涛哥哦，这涛哥，伊讲平潭岛哦是两岸共治哦。 台湾人，台湾人吼，伫咧中国的起点呐，做你笑笑啦。即吼，因头，平潭岛码头啊，起家吼，做成咱台湾人的庙嘅。伊讲安那，哦，恁台湾人足爱拜。台湾人吼庙四鬼拢有，我咯起一间啊，去让你去拜，还拜头，对不对？啊这样。 张亚忠伊讲哦，你若摆来中华民里办公哦个吼，唔免办麻烦太包证，我办一张中华卡哦，卡你着哦，所以哦，足简单啊。这是福州啊，四川啊，因来建成，嚯、哦，偌先进诶，用这赛格威啊，赛格威的车你办公，嚯、哦，这個、你查了偌紧诶，拢袂忝，这样、啊。 是福州遐的建坊啊！即一台吼、哦，呃，超十九万的台票款，四万块个人民币的款。即吼、哦，因中国啊，足先进个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是要做啥用个？就是要停飞机嘛，停战斗机嘛。哦，即台偌先进个，无半台飞机。即就是飞机场，对。即福州啊。 会警察无？因在赛高开车，所以啊，咱毋通误会啊。中国人啊，生活伫水深火热当中，这是咱的误会。因绝对毋是生活伫水深火热哈、啊，这是中国人甲恁骗。哪有咧水深火热，因为警察比咱会较先进，因为警察坐车车，即车车咱台湾啊无警察通坐即款诶。真吼因中国人、啊。 即拄喺迄条就是咱个户籍系统有无？户籍系统吼，拢保护即个姓冯嘅即个人啊。所以咱即嘛户籍系系系统吼，你若要去请台湾人嘅，迄个本土台湾人嘅资料啊，日本时代嘅资料，伊就当机啊，伊就当机哦，你看，知无？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哦、喔，人民票啊。 甲新代表已经会使自由兑换啊！哦、喔，啊，你就是讲，我个目睭金金看你去上市吗？袂、嗯、啦，我个目睭开开。即吼 <laughs> 是台中啊，迄、那个头家啊，讲个去互骗去平潭岛去投资，逐个拢是去投资个吼，每一个拢食着假倒来。 啊！去即几日前的新闻影嘞，大家招招去台中啊抗议，啊，讲你莫阁骗啊！胡志强，你莫阁骗啊！骗阮去平潭岛吼投资，逐个拢铩羽而归，拢去负气。<laughs> 咱秘书长吼嘛不去负气过，哦，即迄阵仔吼，我拉去中共吼，伊对教育吼伊真厉害嘛，伊开补习班伫台湾开甲真好啊。 啊，去中国诶时阵啊，嘛教真侪学生，哦，伊用诶方法上好，伊诶学校吼、哦，全大全中国啊，所有诶学校考着北京大学上侪，所以吼、哦，我咧招学生足紧，所以真成功，真成功就是安尼嘛，中国人马上就会甲你接起啊。啊，咱知影，再讲，这是 AIT 啊，伫诶迄阵啊。 日本大退党的时候，因撤退美侨啊来台湾，伊法利用这个机会啊撤军啊来台湾。啊，因 AIT 啊，AIT 是民间单位呢，恁南叫是 AIT 是政府的官官方单位呢，AIT 是民间单位哦、喔。啊，民间单位会当在机场家己开一个海关的关口，这点足奇怪的。 我想讲，咱这个民间单位吼，是毋是？我那咱穿乌西装的，带二十个啊来遐个排路，我那开一个空空口啊，安尼解决了，对不对？<laughs> 对吧？这个 AIT 啊是民间组织、啊，按、啊、民间组织跟民间组织吼、哦、交往，这是正常的。哦，美国讲讲中华民国啊，这是民间组织哦，哦。 啊，咱是啥？咱是政府组织哦、喔，政府组织甲军事政府交接，对吧？美国讲吼、喔，恐怖组织啊，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它不是国家；第二个条件讲哦、喔，有武器；第三个条件讲哦、喔，到处在征兵啊。啊，这就是盖达组织,打組織啊。盖达组织宾拉登啊。 就是这恐怖组织啊！伊毋是国家，啊有武器，而且啊，还到处抓兵。咱有一个民间组织啊，嘛是安尼呢？美国政府的官员来到台湾，伊嘛讲吼：中华民国啊，毋是国家，啊伊武器啊，拢美国人卖嘅哦。个伫咱台湾征兵，啊。所以啊，即、這个恐怖组织啊！ 即嘛美国来处理啊，哦，美国处理安怎处理？咱对这都咱看出，这季德健啊，这美国不不伊哦，季德健顶头咧挂美国国旗，哦，啊这美国嘅车牌，这都是咱当咧进行嘅代志，咱是政府组织，哦，啊，姐啊。 你们通，即是讲，这是中华民国的恐怖组织的兵哦、喔，这是美军哦、喔，因为啊，顶头拢无写伊是美军呐、啊，啊嘛无写伊是国军啊，也、啊、嘛看袂出來这是印度的兵，或、啊、者是泰国的，我、啊、可能新加坡的啦，阿、啊、拜啊。 凡是因个叫其他人来遮做兵啊，因只要吼，像安尼啊，咱就叫是讲伊是国军哦，你毋通误会呢？这毋是国军呢，这是恐怖组织个部队啊。这啊、个、嘛是恐怖组织个部队啊。吼、哦，因拢讲咱讲，这是美军的带领。 这就是恐怖组织的部队，吼、哦！安尼咱知影无？吼、哦！安尼咱今日课讲到这，谢谢。啊、各位同各位同事，咱今下课休困十分钟，下课休息十分钟。啊，如果今天下课哈、哦、有要搭乘交通工具的，呃，铜莲啊，火车站、高铁的啊，现在到那个前面大楼一楼办公室那边。 去登记一下，下课后三点半要搭乘交通工具的，好，现在过去前面大楼一楼办公室那边登记，谢谢。